它会从原来两边加起来200多公尺，变成大概是120-130公尺左右。虽然因为这样子，我们那个桥的那个上来的坡度会稍微大，比现在会稍微大一点点。那这个我相信是一个取舍之间的问题。大家关心的这个开封桥，终于举行动工的，相信大家都很开心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些耐心，多给我们一些鼓励，让我们继续有更多更多的工程要为台东的县民，要为大家来努力。共同的期待之下，开封桥也希望如同我们黄县长所讲的，能够及早我们地方的期待各方面的需求，同时我们更塑造台东未来的一个发展。